6月27号，现在晚上11点，要去顶楼拍牧夫座流星雨。这流星雨很酷的是，它的预估值是1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流星雨其实是可能是看不到流星的。这一个流星雨在1988年曾经爆发过。一小时大概是100颗，上一次是2004年曾经有到每小时50颗，其他的年份大概就是看不到吧，看不太到，所以今年的 EHR 预估也没有，连日本网站的那个电波观测数值也没有，所以基本上这类流星雨是看不太到的。EHR 等于，我有看过一个网站，它写 EHR 等于1，所以基本上是我叫它做看不到流星的流星雨。然后牧夫座流星雨的话，它应该就辐射点都在牧夫座嘛，所以对着大角星拍。然后另外一台往南边拍吧，南边的光害比较少，所以我往南边的天空拍。它的观测时间一般写27号的9点以后到28号的3点，然后反正我就抓11点到1点，午夜这个时间来拍就好了，拍多少算多少，回去再看有没有拍到，就随缘了。这边耗一两个钟头这样子。OK， 我们来看流星雨吧。拍到一颗，这很难啊，真的是运气好，看到是相机屏幕里面飞过一颗流星，今天就可以回家了，再。